在十五分钟内吃完一个七公斤的冰，那你这整单就全部免费，这超级的简单，特别去台北跟大胃王学的，看起来相当好吃，太多汁了，哦，看起来好吃哦，刚刚已经是第一而已啊，五分47。拜拜，没付钱，没付钱，好奇怪。大家好，我是低能令，又回到我们客家学生系列。我们今天要去吃免费的米其林一星王品普铁新加坡菜。那今天为什么来吃这个呢？因为其实现在王品他们旗下推出非常多活动，就包括了我之前拍过穿泳衣会有一折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吃王品一折。各大品牌都推出一个活动，你只要穿着泳衣或泳裤，不管男生或女生进来用餐就直接打一折。那个大家还没看，可以去看一下、哦、IG 那边也200多万观看了，非常夸张，大家很有兴趣参加。结果现在王品的旗下中餐厅享鸭啊、福田啊，还有丰和，他们推出一个活动，就是你只要吃完6人套餐之后，在15分钟内吃完一个7公斤的冰，那你这整单就全部免费，我们就等于6个人就通通免费。可是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这个很难，对不对？其实没有，这超级的简单，我们已经帮大家测试过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会教大家我们的一些小技巧。而在这个技巧之前呢，我们先问一下战力评估，对战力怎么样？来，第一个刘真，来，你可以吃几个大麦克？三个吧，三个大麦克，三个大麦克，来，你可以吃几个大麦克？我不吃大麦克，但我吃三个金牙鸡的吧。好，来，你吃几个？嗯，至少6个，至少6个，至少6个，1.5个大麦克，1.5个大麦克，那你等一下怎么样付钱呢？那加起来几个大麦克啊？13.5，你自己可以吃几个？我可以吃4个大麦克，17.5，来，你可以吃几个大麦克？19个大麦克，所以我们这边6个人合计可以吃19个大麦克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弱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等一下马上教一下我们上礼拜去享鸭，我们4分钟半把一个7公斤的冰吃完的秘密。这是跟因为有好几个大，对，这是特别去台北跟大胃王学的，杰克开师跟吃饭兄弟。就是我们在吃冰之前呢，先跟店家要2大壶热水，之后还有非常大的碗工先加好热水，所以你把冰摇进去的时候，它就融化，直接喝掉。所以我那时候吃进去是等于常温，完全没有冰的感觉。那就来测试一下这个方法在莆田有没有管用。但莆田我也吃过，超级好吃。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去吃吧，走。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6人套餐有什么东西，我快速讲一下就好，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。他6人套餐原价是多少？4490，里面有13道菜可以选。可是其实老实说，我们那时候吃享鸭也是13道菜，可是真的没有很饱啊。那时候吃完享鸭大概几分饱？三分而已，连3分都不到。因为其实那都是一些也没有什么主食嘛，所以我是预计我们等一下吃完这个莆田的6人套餐之后，应该也是5分饱。6人套餐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是有一个汤，那个肉骨茶汤真的很好吃，还有一个什么芋头的那个鸭也蛮好吃。过了吗？你摸一下看够这样的汤量，没有不够。好，其实够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前面一开始开场提到的一些小妙招。对，刚才去跟那些服务人要了3大壶热水，这是都是最热的那种。啊、还有一个最重要，就是这个大碗工，先倒水进去，再挖冰进来，所以冰基本上会变融化，融化直接喝掉就好了。还有这样，这个水杯啦，水杯拿来装热水，因为有时候你吃到那个牙齿或者是嘴巴太冰的时候，喝一口热水刚好。大家冰摇完了是不是堆起来了？那堆起来之后，我们用这个大杯子先盛到热水到这边，盛完之后你就开始倒就好，不够的人才来这里补水。啊，水果的话就尽量拿来吃吧，先吃水果，不要摇起来吃。冰就用喝，好，冰就用喝，因为咬起来吃冰，你的嘴巴还冰 ，OK 哦，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对，作战策略，跟你们出去跑步跑完应该 OK 吧？没有，大声说太大，这他要吃的，5分钟吃完就完，没有啦。好，真的来了，好来，谢谢，听起来还好。椰奶糖浆，椰奶糖浆，对，嗯，啊，这是有橘子之后还有什么？西瓜，这西瓜，荔枝，凤梨，跟橘落，好，这橘落。我们先准备一下，我告诉你量也不要倒太多，因为你如果倒太多，是不是增加水量啊？铺底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先把每个碗里面先倒好热水，杯子也倒好热水。对对，你开始要按，啊，你要跟他一起哦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快成。1.5，2.5，其实蛮少的。这一间的冰是比较偏雪花冰的，我们当时是享鸭，对，就享。我们当时雪花冰，享鸭是创，我们当时吃享鸭创。因为你们蛮好吃的，加油！先吃水果，先吃水果再吃冰。太冰界倒热水，加热水，那些不用，不要。
来来来，这样还是要吃杯的。我觉得两应该三分钟吃完。冰，那个水最后再一次喝掉掉。嗯。先吃掉，先吃掉。我都没吃到，我吃一下。嗯。橘子其实蛮甜的，可是有些西瓜就没有它。这个太简单了吧？有，你知道荔枝吗？你先吃完再说。你先吃完再说吧。你再加点热水，你热水加太少了，因为我们大家帮你喝就好了。你先让它融化。你知道忘记跟大家补充，我们是这间店第一个吗？对，第一组。可以喝吗？来吧，就这么吃哦，就吃完。我们已经快过五分钟了，但是芒果好好吃哦，对吧？蛮好吃，那芒果冰是真的很吃哦。就分担一下，那没啥，那等下啥？你等下啥就？不知道，要帮你试一下，我怕你不行。你喝一些，哎，不要，好，这芒果不行，这很出事。对，你有芒果，没有芒果，它芒果没有，不行，有一点芒果也不行。我们明天还要再来一次。啊，明天没有。明天还要再来一次。再一碗。那我觉得再来一盘也没问题。要帮你吗，杨秋文？小温，没有，就每个人分一点芒果。不要一滴而已啊。暂停暂停，四七吧，五分四四七，关智也要拍掌，恭喜！哦，厉害哦，小 case， 小 case 啊，拍张，可以可以，今天很猛，我本来很猛了，今天我讲讲的，今天吃超快，今天花差五分四十七吧，另外一个女生，她只吃一碗，我们大家都吃两碗，诀窍就是像你刚才吃完很嫩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热水加不够多，你要先搅一搅，让它全部完全没有冰的状态，就是零度C的时候，水跟冰共存的时候是零度。你先吃完水果，它自动冰就变水，最后再用一次喝掉就好了。我们今天吃饭是没有付钱的，这样感觉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其实不会，就习惯了。拜拜拜拜。